OK，我的孩子叫朱新奇，是个男孩。他得了这个脑瘤，在7岁的时候。My name is Angela Hijaz. I'm an Australian. I've lived in Malaysia for the last almost 50 years, and this is home. I was diagnosed with breast cancer in 2007. That shows how old I am. I'm in the wrong century. In 2007. OK，我叫秋梅，然后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没有讲特别的健康，可是我没有讲特别的不健康。我平时就是会注重饮食，好像说我就尽量吃多一点蔬菜之类的，然后那种肉类之类的就比较少吃，可是不是说完全不吃，然后就是这样而已咯，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良嗜好，就是蛮普通的一个人啊，嗯。I was quite shocked to learn I had cancer, and I should have realized beforehand. 记得我去冲凉的时候，我就摸到一块硬块在这边。前我第一个女儿的时候，我喂奶的时候，有时你他们说的石头奶呀、啊，就是你的奶没有出完来你会有这样的症状的嘛。然后我就摸看，可是我那时候是没有喂奶，我讲怎么有一块这样的东西的？那我就谷歌了，我讲谷歌是什么？那谷歌全部出来的 answer 是 cancer，cancer，cancer，cancer。然后我就有一点吓到，我想哎呀，这样啊，就哎呀，不要想这样多啊，反正我过2个礼拜我都会去看我的妇产科。Even though I'm educated and I thought I was aware, I wasn't aware enough to have checked myself, and it developed not that far, but I was diagnosed with stage 2 once I'd had surgery because it had gone into the lymph nodes. 状况就是他头痛，他大概是半个，开从2个小时，或者是几个小时先，甚至于可能之前就是一两天，他就有头痛一次，一两天就头痛一次。这样对我们讲，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以为是可能不够睡啊之类这样子。很短，就是很密了，啊，很密很啦，就密是了，很密。这样也就去看了一些 clinic 之类这样子的。我是记得那时候我当下我是没有反应的，我知道见完医生过后，我上到车，然后我就不啦哭了，在那边哭哭哭。那天我讲我怎么办，我孩子，那时候我大女儿才1岁多，然后我这个孩子还在里面，我还没有看到她，然后我就要这样，我那时候我一直哭哭哭哭，我讲36年来的眼泪一直哭完了。When I started having treatment, survival was my main goal. 其实整个过程看着孩子这么辛苦，我们就是想要怎么样跟他解决他的辛苦。那么这小朋友也是不懂事，他因为太小，还是不懂事。那么就只知道会照顾他，这样他也相当信任我们这样子，也没有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医生有讲过，假如他一醒来，他会教你，就是 OK 了啦。我们就在等那时刻，那个时刻是非常纠结的啦，因为还会不会再叫爸爸，会不会叫妈妈呢？那个等待是非常。反正现在想也是很深刻的。其实那时候整个主要的那个过程，我就是没有想这样多，我就想 OK 了，因为我不想要想太多负面的东西。我是说，我就是想着 whatever I can control, then I will do what I can control。然后我不能 control 的，I just leave it。I was very much a loner in getting the treatment. I've always been independent, and I didn't want to impose myself on other family members. I went for all my appointments and treatments on my own and managed. But I realized that that's not always the best thing to do. I think it does help if, because it's such an emotional diagnosis, you may not fully understand what you're being told and what you're being advised. So sometimes it's better to have a companion, someone who takes track of what the doctor actually said. Because you can be emotional about the way you hear this, but you don't hear that. 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心境要，
你就是要 positive 咯，你就是不要完全不要想太多，然后就吃得健康，然后就要开心，最重要是开心。因为我真的很幸运，因为我的家人然后老公全部都很 supportive 啊。然后那时候虽然是 MCO 期间，然后我的家人都会陆陆续续来看，我觉得那个很重要，这个因为他们跟你聊天，然后他们就只陪在你身边，然后你就觉得哎，你反正也是一个普通人啊。这些过程里面必然我们学到很多东西，每一个病人，癌症病人，是一个不同的个案，每一个人的病情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的病因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都必须从，我相信所有，所谓陪跑的人，照顾他人都要重新学习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嘛。这样无形中，很自然的我们会学到很多，在这个过程学到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是冷静跟听吧，听多一点这样子。当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的 sharing， 你跟人家讲，不是 share 给他，是你跟人家 share 你这个这个东西过后，人家给你的 input， 给你不同的意见，这个是很重要的咯。包括你要怎么样跟他治疗也是很重要的咯。一直问这个问题，讲怎么是我，我还这样年轻，怎么是我？一开始串的时候就是一直想怎么是我，过后我就是慢慢调整我的想法，就说如果说这个家庭里面真的是要有一个人患癌的话，这样我会选，还好他选我，因为 at least 我比较正面，我比较开朗啊，因为我平时我性格就是很开朗啊，然后我就比较开朗，然后我也比较大胆啊，比较勇敢啊，这样 at least 他选我的话，这样那个 outcome 会比较好吧，我就这样唯有自己安慰自己啊，这样好过，与其我中好过我家人中啊，这样我感觉是那个是我了，我不要我家人啊，这样我就一直这样想着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哎，我这样我就觉得好过了，我帮家人挡一挡。当然我们理解，当你得到这个病的时候，会带来身边人很紧张，很自然嘛。因为到目前来讲，医学上它还有一定的风险。你要痊愈，要医好这个病，是要经过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阶段，这是事实来的。当周边的人、旁边人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替你紧张的。就有想法就跟这些正在抗战的勇士们，就是好像我这样其中一个，就不要怕他，因为很多人以为癌症就是死亡，可是他不是一个death sentence， 他就是让你觉得让你的人生观有一点改变。所以以前你不会觉得死亡靠着你很近，当你患癌过后，你会觉得哎，你真的很接近死亡。当你接近死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人生开始有一点调整了。以前你可能很注重某些东西，过后你会注重别。与其你一直看着人身边人啊，谁癌症死亡啊，不如你看一下谁身边，哎，他以前患癌，现在嘛是好好的了，就是一直要看往好的方面去看，这样你的心境就会觉得哎，你是有希望的。If you've never had any family cancers, if you've never had any friends experience cancer, then you are rare. It's a rare condition because it'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mon. But if you haven't had any experience, and because our environment is changing so much, the expectation that at some point in your life you will encounter friends who have cancer, family who have cancerous conditions, or even for yourself. I think bear in mind some, just take care, take note of any changes in your body.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it won't happen to you, because it could. It could happen to someone very close to you. 十年了咯，就是刚才讲嘛，他七岁发生这个病嘛，今年十七岁了，也很欣慰咯，还能够挨过这十年。那么现在看起来他非常健康哦，还没有 pandemic 的时候，他很活跃，我们也很鼓励他运动哦。那么他就喜欢上这个三项铁人 triathlon， 他参加这个活动有七八年，他都很积极咯，
我们都知道这个运动是一个非常非常艰苦的了，因为它要三项嘛，所以它不只是辛苦，它还要有、要有毅力啦、然后时间要很多啦，因为三种不同的训练嘛。这几年他玩下来也成绩也不错啦，有一些表现啊，一些成就啊。但重要，他常常讲了，并不是那个奖牌啊，最重要是他的过程。他有参加活动，他对身体也有自信，因为他是运动员嘛。因为他曾经是一个很弱的一个人，今天我是一个这样的第二种，一个不同的，的人，这样。我觉得对他的生活一定有影响，他有自信了。哎呀，噔噔噔噔，这个啊，这个小孩子要上进啦。哎呀、啊，这个就是我的小勇士了。这个是真的。我怀孕他26个礼拜的时候，我就发现有那个肿瘤，然后因为他，然后我就会很。就让我有那个奋斗的精神，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呢，他是在肚子里面跟我一起作战。那时候我生他出来过后，我是有一点失落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变回一个人在那边抗战了。可是回到家，我就想他不用在我肚子里面每天给药物这样之类的，然后我就也是 OK 了。那看到他笑，我就觉得也是很开心了。那个好、哎呀。Now we have so many more treatments. I'm amazed by the technology and by the expertise of doctors to treat. It's not something you should be frightened of if you catch it early. It's a life-altering experience, yes, but it can be much for the better in the long run. You take note of it, you're aware of it, you do something.